现在我们要做什么知道吗？不知道，快从不知道。答对喽！有没有觉得？有没有觉得很期待？吃饭大陆的。有没有觉得很期待？期待。很期待，那我们就要开始喽。因为首先呢，我们有先准备那个的，因为有。开始之前呢，我先考你们，上次我们演到哪里？谁知道？坏掉了。好。哦，我知道。那个，对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好，我们上次第二篇呢，就是叫做毛克利的厄运，他被一群班大洛抓走了，趁着。博鲁跟巴西拉在五岁的时候，七手八脚的把谁？毛克利抓走了。那我们要不要看下面的结局？下面的故事怎么发展的吗？要。要，我们开始喽。能吃吗？爷爷喂我妈妈。能吃吗？等一下不能吃，上课不能吃哦。爷爷喂我妈妈。开始喽。我们要喂我妈妈。博鲁跟巴西拉醒来后，黑黑的，发现毛克利不见了，急着到处奔走，四处张望。毛克利，不知道呀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别把我抓走，毛克利，不好了，不好，抓住毛克，不好了，住在猴子镇的班纳洛有2000多只哎。光靠着博鲁跟巴西拉的力量是不够的。博鲁跟巴西拉想了一个班大陆的克星，叫做大蟒蛇卡阿。卡卡。好，那我们大家小狼站起来吧。站起来，跟我一起唱歌。来，让我把你们吃掉。好，不能不能碰蛇，蛇会咬你吗？不会咬我。来，开始，和我一起唱哦。有没有唱过？卡卡的歌，来跟我一起。好，跟我一起唱哦。我是一条大蟒蛇，我的鼻儿大又长，每天盘踞森林中。转转后的都是亮，哈哈哈哈，吃得真痛快，哈哈哈哈，吃得真痛快，嘻嘻哩嘻哩哈哈，嘻嘻嘻哩哈哈，空空空空睡觉。哇，这就是卡阿卡阿的歌哦，以后要学起来哦。哥哥，好，大家回来坐哦。大家回来坐喽。卡哥哥，你好搞笑。大蟒蛇卡拉因为身体不断的长大，安静哦。身体不断的长大，每隔一段时间衣服就穿不下，卡拉就去换一套新衣服，因为卡拉的身体非常大，换一次衣服需要2-3天。这个时间，卡阿没有办法吃任何的东西。这一天，卡阿刚好换了一套新衣服，连续2-3天都没有吃东西，肚子饿得咕咕叫喽。我的肚子好饿啊！你们要不要站起来？大家要不要体验他的肚子饿？大家再站起来一次。要站起来看一下我的肚子有多饿。我們 来大家一起来，团长一起来哦，站好哦，站起来，把刀，我们来欢迎，来，赶快哦，训练你的反应哦，站起来，来看着我，左的天右天，站起来，然后我们在唱板豆的时候，你的肚手要摸板豆，哎呀，越来越快哦，快一点哦，这里哦，记得不能错哦，我会看到你们哦，起来，板豆腰，预备开始，板豆腰腰，板豆板豆腰。摇摇，再一次，快点，摇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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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好，我太大声，小南回来坐喽。对，分段。我有跟他去啦，拜访了卡阿。想把班大洛抓走的毛克利的事情告诉卡阿，希望卡阿能够帮助他们救出毛克利。现在正饿着肚子，心里面就想着怎么样说服卡阿，让他自动愿意的帮他们去做，去救毛克利。有时候我们爬到树上，然后去找猴子吃。知道，知道。这个树不想什么了，树干都腐烂了，一不小心就摔下来了。上次我就是这样没吃到猴子。还被那些没礼貌的班大洛嘲笑的，真是气死我了！他们好坏呀！蹦庆祝，一直欢乐的庆祝。毛克利的问题。啊，你看他抓走了毛克利，他的猴子很高兴，他们一直在庆祝啊，直到了肚子饿了。扭一扭，跳一跳，抓一抓，走一走，上哈，送你一只小跳蚤。不要捡到跳蚤，跳蚤就是跳蚤，不要捡啊，那个是跳蚤啊。抢到票长就坐下来，快点。这个票长。好，抢到票长坐下来。你们的。好，坐好，坐好。等不等耶？马上要说话喽。别吵了。你们吵吧，怪我没有听老师的话，跟这群不守规则的班大洛打交道，怎么变成现在的呀？伯鲁和巴西拉一定怪。伯鲁、巴西拉跟卡拉
来到了猴子镇，看到一群又饿又累躺在地上的猴子，又饿又累躺在地上的猴子。卡要使出他最厉害的旋转儿十五啦！大家站起来，站起来哦！来，团长跟着跳。来来，你的右手，来右手拿出来，抓住。一个，来，团长协助小南。然后右手往脚底下。对。然后一个一个接着哦，每个接着。接着哦，接着哦。然后右手要跨过去。跨过去，接着哦。对，然后右手跨过去，好。好，接着哦，二零。